别再被电视骗了，这才是晚清真正的妃嫔，个个身份不凡。最近电视剧《延禧攻略》全国热播，这次的女主角魏璎珞爱恨分明，有仇不报，内心强大，完全就是诠释那句人心存良善，更应懂自保，最终成为乾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那么清朝真的有美女吗？看完下面的老照片你就明白了。苍穹之昴里的珍妃由张龙扮演，她将一个活泼单纯的少女到一个不受慈禧待见的妃子的悲剧宿命展现的活灵活现。在颜值来看，张萌版珍妃颜值真的很高，灵巧活泼，秀丽婉约，历史上的珍妃颜值也是不俗，不过不如电视剧那么鲜明美丽。珍妃醒他他拉屎，小字珍珠，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她生性乖巧，非常讨人欢喜，总是给人一种静雅端庄之感。额尔德特文秀，满洲额尔德特氏端公之女，出生于北平方家胡同西甄府邸，后入宫成为清末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淑妃。她颜值不高，却是一名奇女子，一生中最轰烈的事情就是和溥仪离婚，过不罗婉容，末代皇帝溥仪的妻子。她的美名在贵族圈子内闻名遐迩，其书画无所不通，是一位富有教养的贵妇。阮其晚年曾经描述，姐姐性格温和端庄美丽，她教我写字，背诵唐诗宋词，还教我弹钢琴画画。注：其文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